大家好啊，又系我装备 L 啊，好多朋友喺留言嗰度咧，其实有好多问题想问我，咁我亦都有好多问题想答大家噶。有咩事发生啊？你即系你想点先？唔啊，我就想同你解决，解决咗就系咁，未解决。有見及止咧，就諗住咧開翻個咧網上激情對話，等大家咧可以嚟一個 Q&A 嘅 section 啦。咁而家咧就定咗咧香港時間3月12日晚上10:30咧就開台啊。第一次做咧諗住30分鐘左右啦。如果有好多人喺現場有嘢問，就繼續加鐘啦。開頭嘅部分咧，會係答一啲預先咧 send email 俾我嘅朋友嘅問題先嘅。下半部分咧就會呢一個開放嘅 Q&A section 啊，問乜嘢都可以嘅。話曬咧做咗咁耐咧，爛船都有3根釘。如果可以幫到大家嘅，我好樂意啊。都係嗰句啦，有咩即管問，即管 send 去以下呢一個 email 啦。我哋3月12日 YouTube 直播見啦，多謝收睇。